林太太呀、啊，哎呦，罕嫁了。头家娘啊，喂喂啊，我迄两个囡仔哦，前下拢寄伫你家，啊，常常咧互你照顾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啦？哎呦，小寡代志啊，功夫。来，你收起来哈。这个吃啥物啊？营养丰富啦。有影有影，来来，来面坐，来面坐，加加。坐坐坐坐坐坐。老乡哦，哎，讲安尼较客气安尼。头家娘啊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讲要甲你参详一下呢。哎呦，啥物话做你讲啦，讲甲参详安尼。啊，就安尼啦。较早阮庆哥啊吼，伫个桥脚，拢互阿俊遐甲厝内咧甲照顾。啊，即摆阮庆哥啊都较有田，我是想讲吼，我才有淡薄仔钱啦。啊，想讲要甲阿俊遐甲厝内因小天放工钱。啊！你是莫让因知影呢，莫因就袂甲我收啊。哟，林太太啊，你做人吼实在吼够好啦。啊，这钱吼无客气，我就甲你收起来啦。多谢啦吼。啊，阿俊遐哪袂转来啊？转来啊啦！啊，讲啥物食歹巴肚啦，两个三只咧走便所，我你无管，一罐胃散吼拢撒咧倒了。啊，唔知要紧无？我看是不要紧啦。啊吼，两秒出来再开讲啊。阿伯娘。啊，有房间无？有啦有啦，你我来，遐坐坐啦哈，我下面来，来来来。哦，叫你较紧咧，规间占条条。我无大啊，哦，我真正，哎，阿叔，阿叔，啊，恁有较好无？哦，老高哦，真正老到倒尾丢了。啊，恁安尼做遐尼粗重的工课，啊，干来食西瓜，无怪恁巴肚会疼，安尼哪会砍的啦？来，这米太棒啦！我拄好煮的，啊，恁趁小心食。阿嫂，咱就吃功夫啦，当老山吼，跌袂落啦。嘿啊！阿婆，阿婆看看我，巴肚若较好吼，啊，腾腾我小只食啦，吼。阿嫂，多谢啦。跟我遐客气啦。啊，较早阮庆哥啊，伫咧桥脚的时安尼，互恁咧甲斗三工，啊，伊出代志，恁看那四鬼咧甲走撞。啊，即摆吼，阮庆哥啊都……哦，卖阁讲庆哥啊啦，若讲到伊哦，真正讲我心内都是怀疑的啦。哦，是安怎啦？看官无看家啦，交咱这个朋友有啥物路用？阿俊兄，阮庆哥啊，有啥物所在得失人心？伊若有啥物所在得失人，你甲我讲，我替伊甲恁回信的啦，吼、哦。阿叔。你若安尼讲吼，我真了歹势啦。啊，恁安尼怨叹庆国啊，我这个做某的心肝也艰苦呢。阿叔啊，你莫想遐济啦，那是阮家己咧郁出的啦。啊，是郁出安怎？你嘛讲给我听。迄歌戏文有咧讲啦，一人得道吼，家庆升天啦。啊，即摆恁建国已经得道啊，做地行的总管，阮这两只家甲庆吼，搁在咧默默受啦，唔知对一天会出头天啦。无怪叫人看无起啊！都对，较早讲话做兄弟啦，吼，啊，逐工咧斗阵啦，讲天讲地，讲后下讲饭下啦，啊，即摆做头天啊，一日要吹，好，未输过我，甲你斩六将啦，啊，下骹手人，阮一个气拢甲呼出来啦，啊，想了敢袂怨叹哦？哦，免讲讲遐尼济啦，哪咧讲吼，靠山山会崩啦，靠水水会干啦，要五万朋友，卖戆啊啦，爱靠家己啦。阿俊兄，厝的歹势啦，啊无我回来再甲阮庆哥啊参详，第一个多合商若有法度，我才叫伊甲恁斗三工啦吼。什么？嘿，进来啊！哎呀，然后你今天有去走？走。哎，吃鸡嘞。吃过了，多吃点么子啊？哎，建国。啊。小等下啦，我想讲有一件代志要跟你参详一下。好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啊，都阿俊遐个厝的因啦，因即摆是过了真艰苦，啊，做一工休困几啊工，啊，我都想讲，咱即摆都有较好过者，啊，你是毋是用个找一个头路，互因做安尼较固定？这代志哦，因两下我讲过啊。好，好啦，我再看顺天行哦，别位念头看你欠亏。哎，
你都要较注意呢。迄两个是足故意的，啊，你莫找迄个足复杂，啊，佫是非足侪所在呢。啊？啊，哦哦，我知影啦，我来拍算。啊，你去换衫，我来去掀烧水。好。好。喂，啊，恁两个嘛出去找一下散工做，菜伫遮钱位天顶落落，你嘛无在行去哦。真正唔知侬痛苦伫咧啥物所在，想到位咧想啦，袂堪你啦。你是搁有啥物镜头无奈袂堪的哈？阿秋啊！哎，秋啥？叫金丝秋。哦，金丝秋落去金丝秋啦。迄人讲哦，提拔身体都袂甘，你三日就流屎啦，咱唔讲啊了，软糕糕啊啦。是啊，以后无钱的时阵哦，尽量莫去插伊啦。喂，恁食阮两块的卫生，啊拢无较好。啊！歹年冬下好也袂完全啊啦！哦，嘘！你到家娘哦？要，哈，歹势，客我无房间啊！要不要找人？啊，你找啥？准啊！你找准啊？哎，啊，准啊，都啊，有准啊！啊，你要准，你是要走队啦？嘘，你就是准来哦。哦，来，你先等下小等者。快点出来！出来！你厝诶吼，做机哦，欠少，是伊毋是我啦，迄个无要紧，慢点行者。我哪里啦？哎，卡着咧哈，卡着要倒啦，急救啦，哎，救要从啥？人啦，救人，好啦，我先来啦，急救啦，哎，唔对咧，哎，救是救火啦，是救人，还有够戆咧，一口才着，真㖏。洗较清气啦。咱别说，甲人收当，你听无啦？唔啦！哎，厝个啊，你嘛少拜托一下，啊，洗几包，洗几袋啊，尔，较少较紧个啦。我会互你害死啦！是害啥啦？啊，别含三水要吐起去啦！啊，厝人到来这咧想啊，你做工啦？哎呦，到底假哟！我嘛无遐轻松咧，啊！我去芳门芳菜，我收碗碟，啊！咱这休息个时阵休啥？连看咱请你啦，啊唔好。谢谢啊，老板帮忙约人客啊。哦。我来捧桌。我比较细汉咧，今日只超平单啦，我来捧我嘛细汉。紧嘞，是他就要紧嘞啦，你快走。阿姐，哎，罗老板来哦，刚来，慢慢迎。这啊，阿姐你家啦？你想哪啦？搞唔家呢？对啊，我即马搞啊，你人啊，你水啊。这，杰哥，那你即马穿啥物咯呢？甲连裤带呢？啊，我是咧做古力工啊呢。我这身份是安怎甲你比啊？不用通安尼讲啦。啊，我今日穿啥物咯吼？啊，我是为着咧上班，这是公务三种的啊。我家姐妹还阁会记得哦，咱三个在桥下咧艰苦，食卤肉饭的时阵啊。好啊，莫讲我遐尔多啦。你这身份无同啊，啥物都穿咧，甲脚床哦夹皮啊边，凉细啦。我甲厝内同我阁伫咧大桥口咧默默受啦。你若阁继续甲我讲哦，会死你的身份，安尼就好，安就好啊。哎呦，恁两个哦实在有够熬受，莫遐尔神经啦，三八兄弟啊。啊，我才打去地行上班尔，对无？我若介绍人恁哦。人会加讲话啊，我拢嘛有咧注意，迄老伙就客哦，我拢想办法哦，要甲恁两个安插入去啊。天哪，杰哥，林良生讲啦，啊恁实在我遐尼久啊，我见我敢真是有影无情无义的人。我看哦，你见我是毋是无情无义的人？啊，不过哦，你即马是想配啥物路呢？啊，想配鞋呢？啊哦，千万哦，都唔然袂记讲，咱较早是大块头，想补鞋也时代啊。袂啦。是啦，哦，来啦，用来。我叫他，要到你来哦。记得我请。记得。哎呦，是到你家多少日？
Lisa， 好啦 ，Lisa， 有啥物代志？你走了哦，二公司哦，伊明卡电话来啊，讲六国甲清北客店哦，无啊咱出啦。那只阿爸的，我紧啦，我来找伊啦。爱传人无？我是要讲代志，你跟王家相拍，传人我送啦，走啦。廖点点头一届来到台北地，到晚甲拄着咧宴会厅，嚯，看到人山人海咧，乌坎坎咧，下下颠颠，哦，这个唔则叫做大志。安哥讲，啊，点点同学，你这条实在是啊，好耍的所在，唔是伫个遮，伫遮个我去一个叫做韩记厝。点点讲，什么叫做韩记是？哇，好味啊，好味！这摆看我坐你来呀，这有趣味，这无趣味。我先来放尿先。啊，快放啊！啊，准备好。有啦，放尿了。安尼有。先生，老先生，今日上节算盘，甲你祝贺，你知影意思啦？我知影啦，这拍算无有加就有减啦。安尼，你有啥物拍算？老先生。我今日来吼是希望讲，咱纯粹是讲生意啦。啊，以前吼，咱两个温暖哦，先放到一边啦。你讲这句话，我真介意听。来，咱徛咧讲，唔是办法。地山的代志总是要有一个解决。啊，徛咧讲，干不出咧冤家相拍咧。我这人啊，若无够万不得已啊，无必要冤滚头，何惜生财嘛。啊，是讲吼，做生意啦，各凭本事啦。遐哩六国地龙都要跟阮做生意。林生，你著抢些业员，卖动阮的财咯。无啊，哪有啊？迄光顾我知影的吼，即条国家的地龙啊，甲阮顺兴地行哦，做生意已经做几啊年啊咧。啊，今日无可能讲安尼无讲无当哦，啊，就无甲阮做生意啊，都老先生，除非恁用无正当的手段啦。林生，你讲话安尼哪对啊？啊，虽然恁顺兴还有较大间，但是阮雷公司伫外面风评嘛袂歹，嘛是一粒一粒啊，对唔对？你安尼分明就咧侮辱阮啦！啊，你话我讲就无意思，安尼后壁大家歹嘴瞧哦。无，啊你无要讲啊，无是变安怎？今日第一项是我咧看的呢，啊我是食人个头路啊！我今日头一遍哦出来讲生意，啊就讲无成，啊街头路去用硬，啊有哪换一个软哥哥？我等下哦，阮靠上来啥，绝对甲我洗头路，我唔包花款款的，阮无叫人叫人吃。安尼好啦。我较水开咧啦，我退一步啦，啊，一人一半，你一添足讲，安尼啥款？啊，歹势啦，就算讲我百分之一哦，我都未答应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今日话讲到这啦，你介意也好，啊无介意也好，就安尼决定啦。啊，若帝王遐代志，我家己也处理啦，我绝对袂叫人吃亏啦。你实在有够硬咧，你根本都唔是要来跟我讲代志，你有食我够够咧？你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啊，第一把火就把我老三烧到臭的打倒火，啊，我实在是，好气！快出来，快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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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讲什么？等一下！我不来了。你太贱了，怕我拿这个，谁下面找毛病？林公小伟，好气呀！冲啊！公山，你唔看我哈？人因某足有勇气，唔惊死，来听因啊！啊，恁搁要唬人死？恁实在唔知见笑呢，恁啊！是啥物代志在起冤家啊？为了到国庭的代志啦。我唔是甲恁讲过啊，讲生你要好好讲，唔通甲人起脚动手。医生的好啊。林庆国，哦，我应该称呼你林桑。阮下骹手的有失的所在，多多包涵。恁是在足乱来呢？人林庆国毋是较早桥头伫做人头的苦劳呢？伊是顺兴行的林桑呢？你知影因头家上无？靠上，大家伫尊敬的靠上。这代志若互人知影吼，我会互人讲话呢。林生，林太太，拄只我有较匆忙的所在，请您多多包涵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庆哥，庆哥，人都给你回信了呀，别太计较，咱来等啦，行，来等啦。来，来，来。
啊，恁安尼凊彩讲一句实的，啊，代志都要准煞成。林嫂，请问一下，茶园的代志，你的意思安怎？虎头照顾，我无反对。也毋过我劝你一句话啊，讲话毋通大声的啊，有当时就会踢到铁板啊。总裁，多谢你的建议。我今日有咧胆量，花这间茶行，我家己早就有感冒，我敢做敢当。是的，来等。我出来也是要做营业。何心地形应该干头看面，唔正气。是，我拄只安尼有够搬伊。是安怎无？哈，是安怎无啦？啊，你是安怎，咱唔敢讲话啦？是安怎无啦？你是查某人，啊，囡仔囥咧厝内唔讲，你走来遮插查某人的代志，啊，万一发生意外咧？哎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是我的翁咧，我关心一下你也唔对哦。好，咱卖多只吵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下厝内再讲。嘿，啊，我问你看拍一个安怎无？你是咧，庆哥，是安怎咩？建国，什么人？三宝，阿龙，阿你来第一只，是安怎样？啊，阿公无在冤家，无啦，无什么会，都只吼走去雷公山啊处理地缘的代志啦。听讲你今麦在换地缘，你哪知？顺兴行的代志，我比任何人更加关心。坦白讲，像你安尼有某有仔，来顺兴行本来就无适合。一间古董店，互你看到已经真吃力，靠上即马搁个地方交互你看，这个饭碗是愈来愈歹食。歹势吼，我知影讲你甲顺兴行的关系真好。你给我拜托一下好无？你甲靠山讲啦，讲迄地方吼，莫让阮庆哥阿欢啦，好无？拜托伊。春啊，你即摆是去创啥物会啦？啊哪啦？我即摆才打落机会，才想要好好发展尔。啊你即摆，啊你，我知影事业对你真重要，啊不过我最近看你安尼卖肉甲卖命，我无啦，我无爱过这种日子啦。嫂，我讲一句公道话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要过一个人哦，一生中在这个世间，我都拄到一个贵人，这种机会无多。靠上今仔遐气重庆功，会甲地行交予伊，表示讲伊有可取的所在。眼光来放我讲，庆功以后绝对真有前途。你做你放心，伊若是伫事业上有任何困难，我一定替你甲搞。啊，若讲到雷公山遐的人哦，我是食伊十八毒到到。我甲你保证。建国的身躯绝对无可能会拍几架，我嘛同款甲你保证，林母阿家一定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就听着，免烦恼，无代志啦。建国，阿妈，上次我得，人咧讲阿公阿婆得床头弯床尾和，我讲无代志，绝对无代志。走吧，先去陪。多谢你嘞，歹势嘞，顾你为着我的代志，伫遐咧烦恼。三伯兄弟，讲起来，庆哥啊，庆哥啊，啊，庆哥啊，安怎啦？英暗，你顶下甲我讲个清楚，是阮母仔囝较重要，还是顺英行较重要？阿春啊，拜托个这个问题，莫阁问啊啦。啊！你明明就知影讲哦，我今仔日是食人的饭，花人的门，我都要认真做代志。敢讲这个道理，你唔爱笑？你莫惊啦，对我吃苦这么多年啊，我今麦是善甲惊着。我安尼认真咧赚钱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要恁母囝过较好的生活。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，我不会你为着事业去甲人拼死拼死啦。我甘愿哦，平安啊过日子，三顿你妈咪啊配菜脯，我都不要紧。为着你入去顺兴行。我逐天都安尼提心吊胆，为着这间古董店，你敢人安尼拍到老血老滴？靠山讲啥物？有做，让你去华地行的较单纯，是你华单纯啊？
拄仔我一个翁，险要叫我拍死嘞！即摆我三郎，控阿伯伊会听你，你若好好甲人做生意，啥人都会来听你。你安尼愈聊是愈深，你知无？金哥啊，你嘛较歹想嘞！你即摆是有某有囝的人，万一若是为着顺兴行，你去卡到什么代志？阿哥王掠去关，阿公母阿囝是要安怎？这种日子，我搁嫁落去，我会气笑，我会气笑啦！阿春啊，你们遐尼搞操烦啦，莫想遐尼多，还着未够的代志，你着想想多等。啊，我已经跟你讲遐尼多啦，我都安怎讲你才春节啦？行，转来啦。我不会啦，你敢讲我清楚？好好好，有啥物代志，转来再搁讲。行。拢都无钱通领。我有跟你挨杀猪，我唔是无啊，嗯，讲安尼都唔对啊咧，啥物要告要告啥啦？啊要告你去告啦，你讲安尼哪对？有在你啦，要拢要告有在你啦，讲翻啦。无地无色，告咯。告了无半仙钱尔啦，无告拗拗话还有三成，这个头壳歹，这款人世间就怎样？债主一个一个逼我嘞，刷来都爱走路啊！李旺仔，咱两个有影东边相连的哦。你是咧闪债主，我是咧闪警察，斗阵的，阿一去啊！老三啊，泡茶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坐坐，大家到恁坐。坐。讲雷公仔吼，咱讲真诶啦，我比伊较衰。迄后生150万摕无着吼，迄警察了，搁四界抓我，你知？啊，这你都唔通误会哦。我有甲朋友钓200呢，啊，伊就讲爱一礼拜后咧。我有交代老三啊，我叫你去果冻店，甲讲一下，敢无？有啊。啊，我去诶时阵哦。拄我看迄金山那个开钱啊，我一四年都无看迄人。安尼哦，有影有影。我无影，我就讲戆事。有影爱讲笑啊！雷公仔该听命命啦，哪有可能跟你戆事，对不？雷公仔，咱老三要讲这个故事哦，合情合理啦吼。哎，你变呢？三龙兄。社会真黑暗哦，外面咧走条死路，尿屁偌多咧，无你叫人安怎害死你，佫唔知。这杯要帮我。你就是尿屁啊！李公仔，我今日来这，就是要甲你算账账。第一。后生150万，第二，恁一块老三要带人去弄歹古董店所有的物件，总共计达200万。我给你一个月时间，你给我传好，有听？第三，林庆国，甲我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，而且我咧看地下，这地方的代志。你想我唔通插手，目睭皮白到够金的，唔通见青就要散，有听啊？嗯？李公仔，这三条你若是无实现，到时阵大家拆破你，恐惊你做事，就无人敢甲你赔，唔是你才试看。歹势，小华臭！干！雷公仔，无这人啦！
哎，叫你叫，七八。哦，你啊，你啊，创啊！大林啊，还是我搬佚佗的啦，佚佗。才公共场所，你甲我跋筊，写上我营业，你知无？大林啊，我两摆小小心意，他们讲秘密。免讲，一摆另外开刀。妈，你啊，参详一下啦。参详，我甲你讲过几摆啊？ 叫你莫来，才摆摊，你竟然敢甲我跋筊，免讲。哎，以后啊，哎呦，咱莫遐尔无认真咪嘛，做小生意趁食人，即个趁啊偌济啦，啊你敢开得落去？是啊，大林，俺手上举较宽嘞，冤枉我一摆，我后摆唔敢啊。会晓啦，人讲到安尼啊，你还阁犯得落去哦？拜皇公哦，咱做警察专门咧欺负老百姓啦，对吧？治安啦。 过治安较要紧啦，来，多谢你，来，哎，张经理，来吧，啊，等你考考好无？考无好，是要来出出群舞嘛，哈？哦，好，哎，郭姐，郭姐，你啊，以后啊，哎，等你行啊，见要创啥啦？以后啊，哎，以后啊，少年人哦，啊较用心嘞，对，啊，做这个无容易，但是要创啥啦？ 有时间啊，爱去看一寡书，头几个警官出来做一下巡查嘞，到这考你啊，要做一世人笑。多谢你的关心啦。我也唔呐，干那关心你个啦。我要将我做警察十外年的经验哦，来教你。我阿你讲，该做是计唔对，无做拢袂唔对。阿你知影无？迄若出差错的时阵哦，要来补破房啊，着补袂甜，嘛足歹看个了。 照你安尼讲，咱做警察的，地惊死，房惊飞，是要甲人突破安尼哦。有个性，哼哼，像你安尼哦，有理想。老母，哎，哎呦，等二娃你安尼要去创啥啦？你无看到老母在遐，我要来抓伊啊！啊，你戆面戆面的，哈，你安尼冲去哦，要创啥？你办来看场面啦，你敢有这情绪？ 拢无规身躯穿衬衣呢，你去安创去啦？十条死命你无够死啦！我跟你讲啦，后壁路边呾呀，后壁乱摆啊，遐遐去厝地啦，叫你去你就去啦，严禁饮酒，去啦！
人？阮叫啦。啊，关姑娘，你假来要送啥啊？行事组啦。啊？行事组，那也无犯法啦啦。你那三更半夜来是要送啥啦？你是看我找人好欺负是无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跟恁局长是好朋友呢。阿华生，免点啊假啊！我了济人啊，按大球定都甲淡水来啦。哪有你办的？啊！哇！我弄不到的是安怎是无？报告，所长哦。林老母，发生杀人的案件，一万叫在咧来通缉。什么？我老母才袂去做犯法的代志，恁老爸讲的。我老母，伊绝对袂去杀人的，伊是真乖的囡仔。你的意思是讲我有冤枉是？我马上，我跟你讲啦，伊唔能甲我犯一件尔呢，迄卡路侪残的呢。连我这个做刑事的啊，咧执行公务啊，伊都敢用假死甲我擦脚去。哦，借问一下吼，伊这几天有倒来找你啊？讲啊。我已经真久无看到伊啊，我想这中间恁一定有啥物误会。我拢有绝对袂去做犯法的代志，我绝对无相信。你相信不相信，随在你啦。对啦，老孟若是回来，你赶紧出来台湾。也若无，对伊是真不利哦。辛苦比较高，阿婆，得罪。老婆，来这多年拢无看见你呢，你到底是在创什么？伤心嘛，老婆婆，阿婆，你真伤心，我不要你死。阿婆，好好保重，我会用哦，一定要回来看你，哦。袂理你我，你这侪年无转来看我，
我袂认得你是应该嘛。阿母，不是我歪转来看你啦，啊，着靠上伊。你莫搁我踮我面头前提起这个人。好啦，你若搁不爱听，我就莫讲啦。阿母，我是专工转来甲你讲，我已经考到律师牌，以后我会好好友好你啦。友好，不是用嘴讲。搁较做会起，嘛唔值咧，嘛唔值咧一粒百万。这几年来，假使若无恁大兄寄遮的钱，我早都已经饿死。阿母，唔是我不好啦。这几年哦，我是拢用时间在准备要考律师牌。即摆律师已经考到啊，以后食穿你就免烦恼啊。嘴讲无好，用心上重要。阿母，其实靠上伊这几年来，伊嘛足有心。好啊，我早都伫恁老爸面前就坐，一世人。绝对无要再介来哦！文娇，你这样的阿妈，我同意要吗？我来煮一个饭给你吃好吗？好啊，阿母，我不是嘛在想你煮的番薯饭。你这阵若是拢走去底，警察四个去找你了，富商哦，话要着急死了。我知影啦，我咧讲哦，你也听清楚，千万唔通我道上知影讲我来这个所在在无。啊，唔过，照我的话去做都无唔对，啊，嗯哼，肯定有对，有啦，伫楼顶啦。阿华啦，哈，门个乖乖。请你右边，好，好好。阿华啦，这无代志啊，你早点去睏啊。健康。四块在了我，我想要去相片一下。对了，警方，你会记钱币阵有甲首饰交你，你有留落来无？好，有，你吃。先给我。我找。啊，大哥，首饰吗？我家己来着，你家己保留。好，感谢你。我知。是危险危机哦，拢无惊伫我的手顶啊！我袂当让你拿，小人渣！老母，你紧走！